继续开哈。啊，接下来张汉忠议员。啊，谢谢大会主席，我们许议长，我们韩国瑜市长所带领的事务团队，包括咱议员同志，以及咱的媒体记者先生小姐，以及伫咱的电视机啊，咧关心各种市情的市民朋友，大家午安。啊，一点我伫遮一直伫讲到咱人的价值观，我们咱的人生的价值观，当然。包括议员也好，啊，议长也好，包括咱市长也好，咱的市民朋友、咱的选民，他们用非常宝贵的一票来支持我们啊，当议员、当议长、当市长。当然，我相信市长，咱任何一个人，伫遐出事就落土命啊。当然，这种作地古早人讲，你出事就带什么命，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啊，我要甲市长讲到一个重点。咱要担任咱的高雄市长，毋是一个遐简单的工课。啊，当然，我相信咱百姓他们非常的用心，他们他用他们的宝贵这一票来选予咱做议员，选予咱做市长。当然，百姓的期待是要期待你要安怎伫市长伫执政当中做带领的团队。要来咱啊替过去的政府做了还未到理想的当中，要来完成未来搁较好，予咱的百姓感觉认定，讲哎，咱即卖咱的市长所带领的团队，所来甲咱整个大高雄市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建设，怎样没有办法弥补过去的还未做好，要安怎完成？这是高雄市民朋友所期待，包括期待你有转了这个议员。要咱来伫市当内底，要咱来教咱的市民朋友服务好，这我相信，咱市民朋友上期待。我嘛感觉，我们非常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啊选票当中，咱来知影咱的价值伫底，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咱的价值唔是咱的做市场的价值，是要咱让市民朋友对咱的期待得到那一种的肯定，未来。要哪教咱的高雄市民朋友，互咱锻炼到会使到，互人拍破个防肯定。我相信汉中啊，甲人共款。足侪人毋知汉中啊选举的过程，甲人拢一模一样无共款。我要讲者我的过程，有可能大家感觉讲汉中你是安怎行过这个议员的路？第一届要选县议员，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感觉汉中啊你是出来你人假。我相信任何一个人讲汉中，你出来你人假。我要甲大家讲一个足近啊汉中啊，相信啊，我伫遮一直伫讲啊，我去咱的天公庙伫遐甲求，伫遐甲拜拜，讲我要来选一个议员来替咱百姓服务，甚至咱的天公主啊，伊来引准我来甲我斗保佑，互我有机会来替咱服务。当然。可能我伫这个议会当中十几档当中，今仔个来讲出我选举的过程。当初要去登记20万，去甲五个人借20万来行过这个选举的路。啊，伫遮我相信，咱的天公主啊，包括咱所有众神，嘛正诚心来去支持汉中啊，予咱的百姓来肯定汉中啊，来替咱大江市的人服务。当然，汉中啊，这是到目前耿耿于怀，来也是感觉讲非常宝贵的一个物件，咱爱珍惜，咱爱珍惜。包括市长，我嘛感觉你爱足珍惜，即个咱80-90万的选民来支持咱选高雄，做咱的高雄市长，来替咱高雄市民做大，把高雄市整个什么大方向的啊，咱这只车头要哪带领，要哪开向前行。这是咱的期待，所以遮市长，我相信满足期待，你未来要哪甲咱的高雄市锻炼好，包括咱的市、咱的议长，要哪来高雄市市议会锻炼监督的所在，监督的好，这是咱的责任。当然，市长，是不是你可以简单答复你的感想，是不是有感觉跟我的提供迄种的看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同样的迄种感受到？百姓予咱的肯定，
是不是有这种肯定？是不是市长您简单答复一下？市长当然。谢谢张汉忠议员的鞭策跟质询哈。我受到选民的托付，其实我的心理的压力都非常的沉重。就是去年11月24号当选的那天晚上，我完全没有笑出来，看我的表情是非常严肃，因为我知道绝大多数的市民朋友把票投给韩国瑜是投了一个希望。那这几个月以来，我们真的做得很认真。你看我们的团队，很多局处长都是拼了命在干。那当然有人要唱衰我们，其实唱衰高雄市长韩国瑜，唱衰我们的团队，对高雄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有几个指标，我跟汉忠议员报告一下。我们现在住房，饭店的住房，从春节一直都是全台湾第一名。第二，观光客的成长也是全台湾第一名。第三，工业总会，中华民国工业总会要来高雄投资1600亿，但是他内部开会开了两次，大家去讨论如何在高雄扩大投资，另外还有500亿准备讨论，合起来就是2100亿要在高雄投资。为什么？他们觉得高雄充满了希望。第四，我们农产品、鱼产品、花卉，还有下面的家畜，鸡肉、鸭肉、鱼肉、鸡蛋、猪肉，我们农鱼畜，我们开始准备外销，成长也是全国第一。现在外面来观光客，海内外来高雄观光的，为什么？汉忠议员，他们对我们有兴趣，对我们好奇，觉得高雄是一个很棒、很神奇的城市。还有，他们过去为什么没有注意到高雄？他们有的时候自己会问自己，所以他们愿意来高雄观光旅游。那汉忠议员，你来五营哈，从凤山去看所有的夜市跟餐厅，包括过去卖珠宝的欧米亚给，没有游览车哦。现在去5辆、10辆游览车，20辆都在那个地方，观光客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高雄充满了机会，真的是充满了希望，而且高雄的潜力没有发挥，所以我觉得太可惜。我们应该一起议会跟市政府联手起来，把正能量告诉高雄，告诉全台湾，告诉全世界，而不是负能量，因为一直唱衰对高雄没有帮助。我们一定会，新的团队没有任何私人的欲望，跟汉忠议员报告，我们会全力打拼，为了高雄，为了我们的子孙，好不好？谢谢。谢谢韩市长。其实我刚才你讲的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非常用宝贵的一票来支持我们来担任这个市长，包括担任议员，这是百姓的期待，啊，我们要怎么做得让百姓的肯定，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这个市长，接下来啊，咱直接咧讲到，免啊讲，咱的河为咱的河川的总量管制。啊，当然，我一直咧讲到这个啊，咱的中央政府，包括咱地方政府嘛，做基台啊，咱整体啊，咱的河川的总量管制。当然，咱的河川的总量管制，我先啊秀几张啊，啊，咱的相片，互咱做参考吼。这是咱中央政府给咱的一挂总量管制的一挂相关办法，哦，包括一挂些办法，免落去来去甲整个河川的水量怎样去甲管制到，哦，包括咱的新设的污沟也好，什么工厂废水也好，哦，这是咱的一挂中央的即马目前的标准吼。啊，我直接先举一个嘞吼，这目前啊，我相信咱凤山啊，凤山溪。在咱的管政府时代，啊，咱的管政府时代，包括咱的市政合并了，市咱的管治合并了，已经把咱的凤山溪整治到，会再讲，目前予凤山的人感觉有哪真肯定。当然，这肯定的过程，要哪是安怎？即马，啊，咱的源头目前实际，咱有可能住伫边仔住户，包括咱的牛寮埔。咱为咱的源头的大白吼，我先几个。现在目前这个是，哦，这应该是咱的工厂排出来的污水，哦，这应该是工厂。有当时啊，一挂厂商伊若做无好料，所排出来咧影响到我们的源头，哦，这是我要提供，和咱啊，咱的南部的大白啊，目前的情况，哦，这目前的情况。就是讲，
我拜托啊，咱的水利局长，包括我们相关单位，变哪来去把我们的总量管制跟中央配合。啊，即马目前总量管制是后硬溪，后硬溪咱目前高雄市有一个总量管制的后硬溪，咱的凤山溪变哪来去把总量管制甲好百姓。啊，咱政府用遮侪金钱，遮侪气力来去把凤山溪整治，甲今仔日有这凤山溪受到大家的肯定，未来变哪源头会当总量管制甲，或者水要排出来，伊的水变哪去甲供来管制甲会当排出来，来去咱的凤山溪，卖去污染着咱的凤山溪。凤山溪目前即马是受到大家肯定，但是目前排出来不时拢还阁有臭味，是不是？局长，是不是这凤山区这总量管制里面的方向，啊，在哪个时候可以来达到这个总量管制的方向？局长，请答复。水利局长，水利局长，好，谢谢议长哈，还有议员的关心。这个总量管制的部分啊，这个我们是不是来跟环保局一起来努力哈？我们是用工程的方法，包括截流以及污水下水道的部分，那其他的管制的部分我们可以跟环保局一起来合作。跟环保局大概这个目标的目标，我现在不是说局长跟环保局我们的目标大概的时间多久可以实现这个总量管制？这可能需要一个整体性的规划，包括知道所有的这个污染的来源有多少，总量有多少，它的污染的产污染的水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物质，还有根据我们的水量，我们来换算一个它可以排放的总量。这个部分可能需要一些环保法规来支持，我们会用工程跟环保的手段来一起来达成这个目的。啊，可以来结合我们环保局怎样来去把这个怎样的排水量、污水量的怎样来去达这个目的，达到我们一个目标嘛。是不是？对，我们可以跟环保局一起来合作，到底水量跟水质怎么去搭配，然后达到这个不会污染、不会发臭这样子一个目标，我们一起来努力的。其实哈，目前咱凤山溪有可能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非常的难度了，因为咱即马目前咱的南部大白头城遐，即马咱有一寡遐小型工厂嘛。小型工厂有当时啊，咱污水处理有当时啊处理了无理想，有可能伊在暗管甲你排出来，你嘛是有当时啊无去注意嘛，无法度啦。是不是这个可以来去了解到他们是不是有排这个废水出来？啊，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普查，看看到底排放的水质水量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然后来做进一步的规划跟检讨。局长，我即马是期待讲，以咱的政府用这么大的经费来整治这个凤山区，有咱源头无甲整治好，其实它排出来就无采咱的用咱的心力来去整治这个凤山区了哈。好，局长请坐哈。是，谢谢。啊，市长，其实哈，我要讲中仑社区哈。其实咱的路平哦，我足期待吼，副市长当初咱来去中仑二路，和咱的中仑二路会勘了。当然，其实我要讲这个，就是讲整个大高雄市这个路平的部分，应该是我是用凤山中仑社区来做举例，哈，咱的凤山来用这个社凤山中仑社区来做举例，目前。我秀出来的一路、三路、五路，啊，包括这将近20年，那都没有抛铺过。当然，市长啊，咱进前啊，咱的进前把咱的中仑二路啊抛铺完成，当然大家受到大家的肯定。当然，用路人在咱的中仑社区，你行的路不是干那中仑二路尔。所以你行的使用不是中仑二路，所以你叫一路、三路、五路。但是咱把中仑二路给铺好，都做到大家的肯定中，哎，韩市长效率很好，把那个中仑二路都抛铺得非常的顺畅。但是呢，啊，咱我要讲的讲，咱这是中仑一路，这嘛是十几栋为中仑社区到即马拢还未铺的，好，我要提供给咱做参考。我们要抛铺，我们要预算怎样去编列，要重视这个用路人他在停车的
当中，啊，咱中仑有几座路，结果咱是铺一座，啊，铺一座了，当然百姓认足认定咱路已经改做平啊，但是这拢将近二十几年没有铺铺，但是最起伫咱的议会，我就一直争取我们这个中仑社区的道路怎样都没有铺铺，但是咱的市长就任以后，我当然中仑二路，我当然我秀次。这中仑一路，这五路，哦，这一点中仑四路，这炮铺完成。市长是不是？哦，还是公务局长，还是那里军工处，还是公务局长？谢谢汉中议员，我现在责成李四川副长给你报告一下。好，我们怎么做这个计划？中仑一路、三路跟五路，好不好？好，谢谢议长诶，各位。还有我们张议员哦，这个针对当然我们中仑二路已经去铺平，那一路、三路、五路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现在是把它入案，我们也会来检讨我们的预算。那上一次议长也只是，如果假设这个铺路的预算不足，同意议会给我们追加减账或是垫付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会尽快来做这一个审铺，好不好？副市长，李市长啊，李副市长。这绝对议会绝对百分之百赞成的，你做你做了，对啦。副市长，其实哈，因为高雄市整个这个路面哈，不是我记得我只用中仑小区这个来举例而已，是不是很多？啊，作者当中当然都要一定嘛，你讲到啊，咱的预算当中啊，咱的公务举例的编预算当中，其实哈，这个预算要多编一点，或者预算一定要给编过。啊，其实我是举个例子，举个中仑社区这个道路来去做比较，我来参考凤山，包括整个大高雄市这个路面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你预算无够，我相信恁嘛无能力去做几条路。好，当然是预算，咱爱去重视，包括我们地方，包括我们区长，我相信区长上基层，他们上清楚，啊，咱的路对呀，需要改善。我相信区长是上直接，是不是我们的区长？啊，咱哩啊，咱哩市政会议当中，是不是我们的区长在拜托区长提供所有的每个道路需要抛铺的路段？哦、啊，是不是依赖咱的区长？区长是上咱基层，他上清楚迄条路需要铺或不需要铺。咱不要无需要铺，咱不要浪费那个我们的我们的预算，会当咱无需要铺。不，卖讲像过去啊，我嘛去看到一座路，其实都是很好的道路，他怎样在抛铺做无彩，我做唔甘这种啊，无应该做的路啊来甲做，啊应该做的路无来做，或者是我期待啦吼，直接啊麻烦咱的副市长，包括我们公务局局长，包括我们新工一个阳光处处长，这个要多来讨论，跟我们区长来去讨论到。在那个路是不是要需要抛铺，和咱的用路人在你骑车的当中，会让你骑得比较顺畅，这是对咱政府的肯定。所以这里把道路的部分拜托啊吼。我今麦要讲一个，可能别人在讲的这种水利局长知影，我要讲这个，人讲的都无人教啊。啊，这要安怎讲？无人锅吼，无人锅就是。这过去吼，就是咱的较早，咱的时代是咱的水利会农田灌溉的水沟，吼，这灌溉沟，灌溉沟当然咱整个大沟，整个咱一直在开发当中，作为咱即马也免饮水啊，所以就无灌溉沟。当然，即个所谓沟就变区域排水，我们水利局。电力工要管理单位就区域排水是我们水利局的管理单位。结果啊，这座沟啊，咱的形容吼，来讲，即马吼，这里咱的人咧讲种种区域排水，吼，这种长期来啊无整治，啊无去改，来去改，把这个环境起起来整治。当然，这个所在了造成这样的困扰的原因，就是，好，我来提供给咱大家做参考。这当初过去，咱的水利沟，即马变区域排水，区域排水结果，即马这些土地是安怎都无人沟，这就是即马变中华民国的财产，中华民国政府的土地。
啊，结果是去排泄咱水利局，咱的区域排水就是咱百姓啊，平时咧灌溉，无咱排滴排去去排水，结果咱来回看了，结果那个国有财产署他说，我提中土地给恁做水沟，我没有责任来去甲恁清恁的水沟。哦，伊提供土地给咱做水沟，他没有责任来清我们的水沟。当然，即我到底刚刚我甲咱的水利理事长去讲到这个重点，我相信这个重点足济问题。我顶届伫咱的小组，我嘛甲咱的局长去讲到咱这个废准的问题。当然，你啊，这种水沟有可能，咱的区域排水可以给它分化到每一个另外一个大排水，不用排水到这个区域排水，咱会当来改去，是不是评估未来我们这个水沟不用的话，我们就给它来废准。啊，废准了，因为你的国有财产局的土地，你废准，你无废准，你要甲百姓要甲分割来去改。来买这个土地无可能，吼、哦，当然这是无可能。啊，百姓，你若把这座水沟，我们水利局经过检讨以后，这个水沟不用，我们就可以来给它废准，来给它废这条水沟，区域排水又给它废掉，它、啊、废掉，他们国有财产时才可以分割出来让售给百姓。当然，这个土地你若把废准了，整个重新规划，大环境都不一样。哦，是不是我顶间甲李局长伫讲到啊，咱废准的程序要哪去怎样去简化？咱废准，咱去评估这条水沟无需要用的，咱就咱扣去另外一个大牌。这条水沟，这条区域排水就不用了，我们就可以给它废准。所以只啊，当然局长顶间我有找科长去当场伫那个水沟这条水沟去当场去看了。伊嘛足肯定讲，即无观音眼睛，造成登革热。我本也是咧麻烦咱的水，因咱的那环保局长哦，环保局长把这个，即卖环保局长登革热开单都开地主啊，哦是毋是？咱的局长，咱的登革热开单拢是开地主，拢开地主。啊，本也咱的国有财产署，他发文，他叫他来清水沟，他说他没有责任清里面的水沟。我原来就讲，啊，无咱就来个开单，甲地主发咱个登革热红单，让他出来清啊，吼、哦，是不是？来个发咱个咱个地主来给咱清这条水沟。当然，啊，咱个水利局长我刚有甲伊讨论了。伊虽然区域排水，我们管理单位是高雄市水利局。当然，水利局咱应该爱来去甲这条水沟整治好，和百姓肯定咱政府所做个代志。局长是不是？未来，你这种未来这种我举例，这种我这是用一个单位举例而已哦。这凤山包括整个大高雄是最非常的多，这个案例非常多，是不是？我们真的要来去检讨这个水沟的问题？局长，请答复。哎，局长答复。好，谢谢议长还有议员啊，长期关心这个水利沟的事情。这个个案哈、啊，这个我认为是可能要立刻去清疏了。这个我们这个礼拜就会派工去做。那这个因为这个土地的问题是国有财产局、国有财产署，还有它是属于这个灌溉农田水利会的一部分。这部分我会召开会议啊，把这个两个单位都找来，看看大家怎么来分摊。不过目前为止，它已经做市区排水使用的部分，我们水利局会来先进行来清疏，维护这个环境的一个卫生啊。以上报告。局长，请坐好。我要提供。局长，咱讨论的是讲要去找水利会。其实这种沟、这种沟吼，这种水沟、水利会它的财产还是很多。在水利会这种财产作业当中，你若无甲费准，伊水利会无法度去出借，袂当去卖予咱的任何一个百姓。吼，你这种沟你若无费准，因水利会嘛无法度来去让售给咱的分割出来卖予百姓。吼，当然这种是讲咱若管。这种沟若无必要，咱会当来分流到另咱的大排水，吼、哦，咱会当直接吼麻烦局长跟我们水利会啊，包括我们相关单位要讨论这个最高有需要甲无需要，吼、哦，是可以给他汇准吼、哦，直接一上。
佮地伫即方面，我伫讲，可能咱这应该是水利局跟养工处。水利局跟养工处，我要提供予咱做参考。这是牛寮埔，咱个南埔大排的一个社区。南埔大排一个社区，吼，我要讲的就是讲，因为过去遮即马过去吼。过去这個社区内底，较早是拢是规片拢是农业区，到尾已经重划了，即马已经所有的大楼拢起来伫咱个牛寮埔。啊，牛寮埔起了，我要拜托啊，咱个水利局跟我们的养工处，迄阵咱争取到把这个道路，咱改规划到一个非常适当的，可以咱予咱个。百姓在运动当中有一个非常正常的运动的空间，啊，结果啊，目前已经做到今嘛，一直咧期待咱要来增设路灯。增设路灯，我伫甲，包括咱的副市长来到我府处，我有讲到高雄市政府，咱水利局、观光局，包括环保局，是不是高雄市政府？和咱高雄市政府包括所有的局处，就是顶管的，就是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涵盖的，就是讲，我们不要来去讲啊，这是咱的观光局的，这是水利局的，这是用，这是干部局的，我都期待所有的业务上，我们怎样要来去检讨出这个路，咱莫去讲这是用工的，这是水利局的，或是不是咱的水利局跟用，包括咱的养工处。可以来检讨这个经费怎样来分摊，怎样把这个路灯设计到给百姓来去肯定，和百姓当来去讲讲，咱要底下行路真顺畅。啊，结果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即马马拢没有木，无来去重视这些路灯的问题，或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我们公务局长，包括水利局长，我提供这个地方。我们来研议这个路灯怎样去增设，哦，这个是要谁来答复？由吴局长来答复，谢谢汉中议员。吴局长，好，谢谢议长，谢谢张议员对这个黄姓道路的这个关心啊。这关跟水利给我分工，就是黄姓道路的所有道路维护跟那个路灯维护跟设置，那刚好水利局以及。李局长在我旁边，所以我们都有分工好了。那这个李局长这边也愿意来现勘啊，如果有设置的需求啊，水利局会来协助。以上，局长谢谢吼，因为我足期待吼，局长请坐。我期待来讲，相关任何一个局势，任何一个局处，遇到问题，咱要互相，要怎来去把这个。工程要完成，我们不要去说啊，这是公务局的，这是水利局的，包括什么局都不要管。那么呢，给经费上，我们可以来研议，这是咱的水利局跟咱的公务局来去共同分摊，还是怎样？重点是要哪完成？这是咱的目的，好，这是咱的目的啦，吼。而且感谢啊，咱市府团队，我所提供的，就是用一个怎样大方向对高雄市民。有帮助，对高雄市民有需要的，这是我的期待啊！吼，啊，洪山吼，可能咱嘛正感谢咱的台铁吼。伫洪山，即马目前咱的人口会使讲是上济，啊，咱的洪山火车站，即马已经咱都委会嘛通过咱洪山。要来去建设一个咱的国民运动中心，咱的电影院，啊，咱的百货公司，所以伫遮，阮洪山人会使讲都期待，啊，咱的台铁公司，啊，来结合咱目前洪山火车站咱85期的重划，咱85期的重划当中，我都期待。要安怎来把咱做目前咱做规划出来遮个时间，包括伊当时要来动工，包括当时要来完成，这是洪山一个咱洪山火车站的一个指标性。
咱的凤山的一个地标。我相信这个一个未来啊，把这个所在照咱的计划，包括咱的都委会已经核准，让咱来做这个地下六楼甲地上十楼的一挂国民运动中心，包括啊，咱的电影有可能凤山，可能咱的凤山的电影院，可能若凤山以阮做囡仔当中，有可能凤山的电影院是上侪间啦。到目前为止，咱的电影已经做到那个我们那个整个环境的环境变迁当中，已经电影院消失到即马目前已经无半间。凤山的电影院会使讲是一个，会使讲真风神的一个凤山的凤山戏院。咱的东阿戏院、凤山戏院、新庄戏院、咱的成功戏院，包括合作戏院，规个拢是凤山的一个戏院的指标性。当然，直接来完成了的，我相信拜托咱的市政府怎样来去协助这个我们这个结合民间投资，或者是咱的凤山一个现在目前的咱的凤山车站的一个指标，这是目前咱的凤山的门面啦吼，咱市政咱的火车站的门面啦吼，这未来它现在的规划，吼这凤这那凤山的规划这个，好不过去。阿伯，甲即马规个，甲即马凤山火车站的规划图吼，这完成就是安尼。我相信，这个凤山火车站，这个指标性，伫恁如期来完成，对凤山人一个指标性，是市长，这你有信心来去把我们凤山车站这个工程的如期，它的预定是在。谢谢汉中议员，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然后呢，我想台铁所要商业发展的目标，跟我们高雄市民的期待，双方面都要顾及。那这个案子，我们是请我们都发局再来专案来负责。那最终这个案子，我们真的是乐观其成，希望凤山能够有更多发展这种商业的地标出现，好吧？我们请都发局林局长，谢谢。说明啊，谢谢议长啊。这边跟张议员报告哈，张议员咧关心咧咱咧凤山迄个车道的进度哈，他说这个目前是咱中央哈交通部铁道局咧新办哦，那目前阮都发局已经协助哈，已经协助他的整个都市设计的一个审议已经完成了哈，那目前依正在报告哈，4月29号已经修正成果送进来，我们最后做了确认。那大概开发许可就会通过。那目前依照铁道局的这个规划的进度哈，是在那里画包的时间哈，是在今年10月啊。他们的交通部铁道局规划在今年10月。那这中间还要包括他要跟我们市府这边，这个申请的相关的这个建造的这个部分哈。那目前哈，这个建进度哈嘛是拢咱公议员讲的这些地标型的这个建筑哈。过去在这个都市设计审议之前哈，这个整个造型啊哈，都有征询过这个办过公听会哈。那目前这个规划台铁这个铁道局目前这个规划来对哈，以所谓两栋式的建筑物哈，两栋式的建筑物包括议员所关心的电影院哈，底下咱这些大楼来对拢规划哈。这目前未来我们会跟交通部这边来积极来配合。希望说能够来如期的发包跟完工。那完工的时间哈，也工期是33个月，33个月，预计就是说，如果以动工开始动工之后，预计在111年的下半年应该是可以完成。好，以上做简单的一个报告。局长，谢谢。他的预定是高雄党纲嘛，他是预定是9月动工。规划10月，交通部是规划10月。规划10月啊，但他预定到111年。那个是发包哈，预计发包。那动工，当然发包后1-2个月应该就会动工。其实这样先做吼，啊，咱的地震局长，咱85期中位，其实咱的85期中位就是我咧讲火车站这个所在嘛。火车站这个所在有可能足侪咱的市民朋友，可能咱的铁改局他们非常的诚意，把我们85期中位当中，可能足侪市民朋友拢无了解，他在重划过程当中，我们。咱的区域，咱的中位伫咱的地主分高城，可能是不是局长？规个全国内底有可能是这个中位是咱目前全国内底最优惠的，
就是在我们的那凤山八十五期重化这个地主分九成，是不是局长？但是要给我一挂阿伯处理的到底是以目前他们的情况是解决到什么程度？多谢局长吼，多谢张议员对于八十五期重划区的关心吼。这个重划区内底成果啦吼，就是讲重划后分配的所在，阮已经拢公告啊，公告期末啊拢确定啊，当然有几件迄个异议案件正在处理当中啦吼，这剩几件尔，这个这问题念伊就会解决啦吼。即马工程的部分有三个工区啦。第一个港区内底呢，即马进度是有等于车专一、车专二、车专三嘛？对对对对，啊，车专一的部分是拢规地互伊做迄个站体的部分，啊，因本的部分是伫个迄个一部分是伫我伫个文衡路通迄款草公路的边啊迄搭遐吼，因为阮这原底是外口的一挂商业区、主体区入来分的嘛，改划入来这整体开发区内底，啊，所以来分的，所以正阿多张岩讲到伊搭遐的成数会较悬，原因就是伫这搭遮吼。啊，即马甲张岩报告就是讲，第一个工区的部分，因为有几个剩几间的迄款迄个地权物还袂拆迁。啊、所以这个进度的部分呢，第一个工区的是进度三十二，第二个工区是75，吼、哦、啊，第三个工区呢，等候嘛拆除了的时候，阮就会当来施工。啊，即马上重要就是讲，迄条文衡路通迄款迄个草公路这段吼，阮、哦、是希望讲伫个今年的六月，就要让甲拍通啦。即马目前是会当互因行，用机车而已啊。哈，即马机车而已，嘿，对啊，希望说今年六月呢能够。把它打通吼，让这边的交通能够更顺畅。啊，整个的地区内底，因为这是达7.9公顷尔，8公顷左右尔。但是对着整个诶凤山、大凤山地区吼，诶交通的网路啊、甲地标啊、甲其他家的迄个车站的一个行数都非常重要吼，都非常重要。啊，即嘛是有几间啊，迄款迄个地上部的部分。我们还要再沟通，那拆除以后，这个、工程就能够尽快的来施工。哎，局长跟张岩报告，为了这几间，咱的工期敢会去耽误到？会不会耽误到？因为因即摆等在受伤当中啦，吼啊，我们的部分是希望说，想尽其他的方法，像在这个第二工区里面的嘛，顶摆冇得改沟通，讲是不是都阿局有提供一些。建国新城的这个黄色是不是能够跟他沟通能不能搬到那个地方去？这个我们都有做过，可是他起先答应又反悔了啊，所以我们还要持续再跟他沟通啊。是说等到这个道路完了以后，点交土地给他，我们整个这个拆迁的部分就会强制来执行。其实这样请坐哈，其实我只认为哈。在这个所在，咱的规划当中，包括上次我们在规划跟都发局在规划当中，因的就我刚刚做无差的，伊的规划当中，我们的那个凤山曹公进的整治当中，为着咱的整体当中，把咱整体好了，咱把那个博爱路规划一个15米道路，但15米道路当中的规划。都无去参考地缘关系啊，就直接来规划到咱个曹公进的旁边，结果加在咱个里长的欢迎来去协助了，把那个15米改12米嘛，起码15米改12米嘛，当然15米改12米了，都不会影响到曹公进我们当初当初征地的问题嘛吼，所以只嘛刚我刚刚啊，咱这个所在过去。啊，过去包括未来，咱的规划当中，真的要跟地方要去沟通。你就是跟地方无沟通，啊，造成那一种的不那个无好的现象哦。当初过去迄、那个规划当中，可能咱的都发局也好，跟我们是不是我们公务局在规划当中没有做，无想到甲啊过去咱的车工程，你针对咱一个路角甲开到多伫个迄个溪边。吼、哦，这是加在咱到尾啊，李定武来欢迎，造成到尾啊，那么这么大的那个后果就不好。吼、哦，而且局长，我伫只伫麻烦那个公企，包括可能市民朋友嘛无足清楚过去啊，咱的一挂合伙房屋的问题，伫凤山，阮凤山过去
我一直期待咱的核防护已经咱的都发局已经通过咱的建筑法规是62年较有嘛，但是即届咱的什么凤山车站遮的人，我要甲大家介绍，真福气，就是讲目前咱地上要补偿是用62年九月三十进前就甲伊补偿核防护的标准来补偿嘛。局长是不是用62年九月三十号以前的就补偿了？局长是不是？这个是依照101年，咱高雄市有一个迄、那个，高雄市拆迁工程的自治条例内底，迄、那个补偿标准来给补偿的。啊，所以讲到讲，张岩讲到迄个曹公镇边啊，迄条15米的、那個，其实道路是等宽啦，是讲把迄个原来曹公镇做好的设施把它保留，啊，剩下的就留给做道路啦。好、哦，这甲张岩做报告，这个已经已经有解决了嘛，将来施工的时嘛是照安尼切合跟地方的一个民意嘛，来做施工嘛，来做变更。啊，另外就是迄个中正路那个地方吼，迄、哦、路本来遐嘛拢有一挂厝嘛，迄种已经拆掉去啊，即马工程等咧施工嘛，迄、那个张岩应该嘛了解讲迄搭遐啊，要拆这厝当然是。要需要很大的一个沟通哦，需要很长时间的沟通，靠花朵王哥把这些在建筑一一的拆除，因为原地人家是拢合法的厝啊，所以为了间隔这交通的问题，所以才会把它划到整体开发地区里面来嘛。啊，当然分的时阵，就该分到适当的地方，像因那阿中正路遐部分遐。嘿，其实本拢是不因离迄个车站的边啊，都是相当好的一个地方啊。嘿，其实这个凤山局长请坐吼，其实咱直接咧讲，咱凤山人嘛真福气吼，所以一届我都有讲到吼，土地要分高雄，可能全国第一个所在啦吼，这应该是全国第一个地方吼。好，直接以上吼，来，我要麻烦咱的交通局吼，交通局我今麦要拜托吼。咱我要提供这個就是讲，咱过去，咱交通局包括咱当地伫设想着咱一寡用路人伫作热的当中，啊伫停车红灯，啊拢用一个遮雨棚来去护遮百姓，卖受到日头的影响吼。所以伫遮咱交通局，我伫遮要麻烦吼，其实吼，这个是我们替这个汽车用路人的一个关心吼，这嘛是要甲恁肯定。当然，我要介绍的讲，但是咧，有一个部分的讲，即马他设计的这个磅布吼，可能呐拄着风台，得爱来甲修啊。哦，拄着风台爱来修，所以我的看法的讲，你风台爱修当中，是不是浪费非常大的一个？吼，包括浪费足侪啊，咱的时间，包括咱的金钱，是不是可以来去设计啊？唔免惊洪灾，包括这个目前局长，像这个地方的设计，目前我只要看一座尔，这是一座而已。前高雄市局长是不是前高雄市只有这一座？对，从102年试办的时候到现在只有这一座。只有这一座嘛，哈，这一座是伫咱的南京路咱的门口尔，哈，伫咱的南京路忠孝国中的对面，哦，干那一座尔。啊，当初较早。咱的媒体咧甲咱批评嘛，吼，媒体有咧甲咱批评，你知嘛吼？媒体咧甲咱批评讲是安那，咱的树啊甲修吼，无拢无树啊，啊，咱才阁来去设计这个景，用路人都去去予日头晒着，吼，当然媒体有咧甲咱批评，但是咱经过我们的批评，我们要知道批评他们的重点，咱来知影未来，咱要做这个设计，是不是想到？未来要设计的话，我嘛期待咱加设计较侪座的，吼，用路人较免烦恼日头啊，伫遐停红灯啊，受到那种哦，做咱的热天的日头做炎嘛，啊，你晒非常的不舒服，吼、哦，做不那个不舒服嘛，是不是？咱有计划未来整个大高雄是这个设计要多做几座，是不是要多做几座这个，这样你们设计这个遮雨棚？谢谢议长，谢谢张议员对这个机车用路人哦，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这种曝晒的这个问题啦，的确这个问题我们就之前在局里面就已经有关心到，所以在102年有试办。
那当就如同议员有提到了，其实除了台风之外，它只要碰到下雨的时候，那边会积水，所以会产生这个可能也有一些安全的余力啊。另外夜间照明还有说那些限高车辆过去的时候都有碰过有一些状况啦，所以我们是觉得说以目前来说它比较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当初设定的效果，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想说有没有可能在路口那个地方的树荫的这个部分能够去强化。再来就是说红绿灯的这些停等的时间，我们尽量在周期时间上在合理的时间去缩短，不要让它停等太久，因为毕竟这个部分其实希望在避免它这种曝晒的这种问题，可是可能也衍生了一些安全或者是景观的问题啊。局长，请坐。我要提供的就是讲，咱伫设计当中，咱爱去检讨甲，包括专家也好，包括其他专业的咧设计过程，不要去设计以后过来去。我要讲的重点就讲，卖设计就讲，咱若落雨也好，风太好，爱个来派工来去修这个磅布。好，我顶要讲的重点伫遮啦，吼。局长，请以后但是我要期待咱加设寡这种。好，用路人他的需求，好，用路人他的需求，莫伫遐停红灯，啊，佫入一个日头，作业来伫遐伫等红灯吼，我就是期待遮。咱的警察局长，我伫遮要麻烦，吼，你麻烦无吼？我拢定甲交通局，我们警察局跟交通局相关的业务啦吼，相关的业务来讲，咱的红灯右转。其实红灯右转是法规上要受到处分，红灯右转车我都爱红灯右转比照闯红灯，但是局长您敢有去想到？我先举一个例好啊，我们那个国泰路要转那个中卫区议会路，机车红灯右转，它有没有影响到所有的交通？它是不是可以疏散交通？一定可以疏散交通。即马咱的法规内底，咱的交通法规内底，咱要停，咱汽车要转，要右转，要先转到机车道。你红灯右转，机车不能动，就伫遐挡伫遐，该动伫遐，是不是影响着交通？没有办法顺畅。你机车右转，它做到面临开红灯，红灯右转的红灯，是不是？这个法规，我们中央法规，我们没有办法去改。我们跟交通局来研议那个号式，就可以机车可以直接右转。这法规当学这好的物件，汽车也当右转，机车不能右转。这法规是不是这个？他们没有想到机车怎么不能右转，汽车可以右转，机车右转又没有影响任何一个交通。嘛，没妨害到任何一人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全部没有，包括每一个巷道，包括一个大路口，机车右转绝对不会影响交通。是说，咱会当来跟交通局，这法规上他们有办法去改变，他们要去改变是很困难的事情。是说，咱跟交通局来研议，我们号志就直接可以主向右转。安尼，咱的警察就袂伫遐甲咱查机车右转。我甲你介绍，我伫遮互咱的兄弟查三遍。我伫遮要等，我都要徛，就甲我查三遍。好、哦，真的机车右转，我不是在说我啦，我唔是咧讲我，我是讲这一种，真的我们要去注意到交通有影响的，我绝对去反，绝对去赞成我们来开红灯，都没有影响的来开这个红灯。开这条红灯，百姓他心态上的无啥，很不好感受，真无好的感受。红灯右转是闯红灯，是不是？局长跟我们交通局长来去研议一套号数，可以直接那个箭头可以直接右转，这个我们可以来改。局长是不是跟我们交通局还是先答复一下？对，好，感谢主席，感谢我们一中。有关红灯右转部分呢，目前我们还是要照规定来开单啊。但是一周刚刚提到的，我们是不是跟交通局的研究用号志啊，让他能够合法的来右转？这个我们再跟交通局来做研究。研究那个号志可以直接右转了、啊，是吧？我们来研议啊。
好，谢谢。好，谢谢。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好，那早上议程结束了哈，散会。